全国有34个省，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招牌小吃。那过年各地都会筹备什么小吃来体现年味呢？所以今天是过年必备小吃之土豆泥酥。啊，我知道，你就准备糊弄孙大山那个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你还知道这个典故呢？真是高手。泥酥还真是起源于三国时期。闽南谐音有子孙旺来的意思，所以现在也就成了过年的人气伴手礼。听说外面买的会添加冬瓜，那自己做的必然真材实料，这也就是好吃的关键所在。